东西去做，然后这个是卫生纸，这是水泥，水泥，这是卫生纸，卫生纸，卫生纸出脱化的原理。卫生纸怎么会变那么硬？加白胶，加白胶，然后再加亚克力颜料，哦，就变硬了。对，然后要去搓。哦，要去用搓，然后搓才会去有那种碎粉碎的效果，粉碎效果。然后这个都是叫我们自己编，然后这个热缩叫我们自己画自己弄，热缩模嘛。对，然后这也是要给他们自己去弄，自己复合材质碎卫生纸。水泥卫生纸，卫生纸，石膏，就自己，我刚才说的防守是自己盖的哦，自己粘哦，还有铁丝，热缩片，这个都自己弄哦。对哦，有真的有富的美材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子，我就给他们这个，然后冰棒棍，然后就开始教他们怎么弄。对。